区。接下来我们对厂房的配置做一个说明。那龙门电厂的西侧背向山，东侧呢面向太平洋。厂区的南北比较狭长，东西比较窄。整个厂区的总占地面积呢大约是480公顷。那目前平地呢，所使用到面积大约是120公顷左右。那各位贵宾呢是会在目前是位在我们龙门施工处的办公室区的。龙门施工处呢，它是负责新建电厂的一个工程单位。那建厂完成之后呢，是会移交给电厂，就是龙门电厂呢负责试运转还有双转的工作。龙门电厂它的行政中心呢，就是位在厂区南侧的。那龙门电厂呢，总共有2部机组，靠近南侧这边是1号机，再来12号机。每一部机组呢，它的装置容量呢是135万千瓦。那机组呢，主要包含3个主要的厂房：反应器厂房、气机厂房，那中间呢是控制厂房。在2部机组的中间呢是辅助燃料厂房。那有关于2部机组共用的设备呢，大部分都会是在辅助燃料厂房里面。那靠近西侧山脚下的呢，这个是备料厂房。另外看到这边是开关厂，那开关厂呢就是将2部机组的产生的电力外送的一个厂。那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循环冷却水系统。那在说明循环冷却水系统之前呢，我们首先对于我们的核能发电的原理做一个介绍。那核能发电的原理呢，就是利用铀燃料在反应炉里面进行核分裂连锁反应，会产生能量。那这些能量呢，就会使反应炉里面的水变成水蒸气，水蒸气透过管线来到气机厂房，推动气冷机带动发电机，就会产生电。那就是发电过程的简单的介绍。那这些蒸汽呢，它在做工之后呢，基本上它是要再回复成为水，然后再回到反应炉里面继续的循环利用。所以做法上呢，我们是利用海水来冷却这些蒸汽哦。那所以循环冷却水系统呢，就是利用这些海水来与蒸汽做热交换，那冷却这些蒸汽的系统。那这个循环冷却水系统呢，包含有抽水机阀。位于地底下的进水暗渠，把水送到气机厂房里面来，就是进行的交换。那这些海水做工之后呢，它会再透过一条全长1320公尺的一条浅蒸隧道，同样也是位于海床底下，将这些海水呢排放到离岸边840公尺的海域之中。那再我们看到龙门计划的内容。那我们电厂的2部机组，每一部机组它的装置容量呢是135万千瓦。那就目前台电的供电系统单一装置容量来讲，龙门电厂的这一部呢是单一容量最大的机组，所以2部机呢总共有270万千瓦的发电容量。那这270万千瓦的发电容量去估计呢，那龙门电厂如果将来开始运转发电，预估一年之中呢，大约可以提供接近200亿度的电力。那因为核能电厂它在发电过程中呢不会排放二氧化碳，所以200亿度的电力呢，相当于可以减少1620万公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那反应器人呢所采用的形式呢，是属于西方清水式的反应器，称为第七代进步型废水式反应器 APWR。那核能电厂呢，它在平均大概16到18个月的一个周期哦，会进行一次燃料的填换。所以去推算呢，龙门电厂它在一年之中所需使用的燃料数量呢，最多大约是60公吨。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介绍的呢是建厂的组织还有人力结构。那这张图呢是我们施工处的组织图，那施工处分为四个部门，移电、机械、土木还有管理四大系统。那目前呢有19个组别在运作当中。那目前在工区这个地方呢，除了有负责新建电厂的龙门施工处，还有负责设计的核技处，以及将来负责运转的龙门电厂之外呢，再加上其他的单位哦，到今年月底，人力总共有1658人。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看到的是目前的一个工程进度哦。那我们工程进度它的计算方式呢，是有4个部分：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转去做计算嘛。那截至今年月底，我们实际的总计划进度呢是来到了93.42%。第四个部分呢，要介绍的是这个电厂它安全防护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针对到电厂在防震还有防海啸的这个部分做一个说明。那龙门电厂它的场址呢，是位在海平面12公尺以上的地方哦。那电厂在设计规划之初呢，就有详细的评估调查，这附近可能会引发海啸的因素，包括可能会引发海啸的海底地震、火山爆发、海底山崩等等这些因素。那也将一些可能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资料纳入考量，比如说在1867年发生在基隆外海的海啸，还有龟山岛附近火山喷发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去推算出呢，沿岛附近如果发生海啸，最高可能上溯高度呢是8.07公尺。那为了预防海啸呢，就以这个8.07公尺作为一个基准，再加上安全能力的设计，所以龙门电厂的主要厂房还有安全系统呢，都是在海平面12公尺以下。那这个示例图可以看到呢，厂址是位在海平面12公尺地方，那机组呢距离海边最近的地方呢有300公尺左右。那我们开发厂呢是位在海平面29.8公尺的距离了。那4.8公尺的深水池呢，是位在海平面116公尺的地方。那我们在刚开始有提过，整座电厂呢，它是直接坐落在岩盘之上。那因为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岩盘所感受到的摇晃程度，比一般表层呢所感受到摇晃程度其实还要来得小，大概只有一般表层震度的1/2到3/3而已。那反应炉呢，它是安装在地表向下开挖，那安置在26公尺的地方，就像是把反应炉直接安置在岩盘之上。那反应炉呢，它所在的基础岩盘，它的耐震设计值呢是0.4G。那反应机场防应炉的耐震设计值是0.66G。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相当于可以承受瑞士规模7级的地震。再来我们介绍的是龙门电厂它紧急后备供电电力哦。第一个是紧急柴油发电机哦，每一部机呢设有3台紧急柴油发电机，那它是设在每一部机的反应器厂房里面，而且真正设在3个不同的区块。那如果说其中的区块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另外两个区块呢还可以运作使用。那它是属于水冷式的柴油发电机，也就是说它在运转使用的时候必须用水来冷却。那第二个呢是气冷式的紧急柴油发电机哦，两部机组共用一台，这一部呢它是设在辅助燃料厂房之中。那如果说水冷式的柴油发电机呢，它没有办法取得冷却水源的时候，任何一台都可以切换气冷式的来支援供电。紧急柴油发电机它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当场内上失电源的时候，柴油发电机呢，它可以在10秒钟之内立刻启动，主要是供应安全系统用电，来保护反应炉的炉芯和一些相关的设备。那另外目前正在规划建制当中的呢，是2台气涡轮发电机，它预定设置的位置呢是在刚刚看到开关厂旁边，就是海平面以上29.8公尺的地方。那如果说上市场外用电的话呢，气涡轮发电机它可以在10分钟之内完全的启动，那供应整个厂区的用电。那在厂房西侧的3脚下呢，有设置了一条环绕厂区的超大排洪渠道，它一天的排洪量呢是16800毫米。那根据中央气象局统计的资料呢，全台呢最大的雨量呢是在发生在民国56年宜兰东山河的11672毫米，那共寮到目前为止最大雨量就是在那烈台风来袭的491毫米。所以说排洪渠道的设计呢，基本上呢是可以有效的排除像是暴雨、台风或者是海啸造成的一些洪水的问题。那最后来看的部分呢，是一些工作的照片。那这张呢是电厂的空照图哦。那事实上在民国99年的时候，其实电厂的外观呢都已经完成了。目前1号机的部分呢，那已经各系统已经陆续移交给电厂进行测试的作业。那2号机呢也进行了，目前正在进行移控还有机电设备的安装。那接下来呢是各电厂的一些整理照片，这是1号机反应器厂房外观的一个照片。反应器厂房呢，它地面下的建筑物大概约有26公尺。那地面以上的建筑物呢，大概是30多公尺。那这张是内部的一个照片。再来这个区块的地方呢，就是反应炉所在的位置。那红色这个区块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燃料池，那这是燃料储换台车。
那这专门是一套机控制厂房外观施工情形。那这是内部的主控制室。接下来这张呢是汽机厂房，那这张呢是发电机，这是高低压器连接，这是辅助燃料厂房哦，那就是用来负责使用火能一些核燃料的厂房，这是内部的一个情形。那废料厂房呢，事实上是一个废料处理厂，那我们第一阶的一些核废弃物呢，就是在这里进行处理。这是内部的控制室，那这是循环冷却水系统抽冷机房的部分。最后一张图呢是开关厂部分，也就是说两部机组产生的电力呢，经过加压到34万5000伏特之后呢，将由开关厂送出。那这一块地方呢，就是我们气涡轮发电机预定设计的位置。那今天的简报呢，就到这边结束。南北的一个狭长型的一个线地带，我们的电厂是最建立在我们最南边，哦，离这边差不多有将近1公里左右了，所以说我们必须用车子来做接驳比较方便。那在各行进当中，我跟各位做一个简单介绍哈，这边是我们龙门施工处的一个办公区，办公区各位看到这些，我们这是一些。这些铝皮以下这些是一个临时性的建筑物啦，这个是我们施工单位在使用，等这个电厂建立完成了以后呢，我们会交给龙门电厂来进哦，他们去营运啊，我们龙门施工处的这个单位临时单位就会撤销，包括这些临时性的建筑物呢也一并可能会撤销掉，那以后这个区域呢就是一个龙门电厂的员工的一个生活区，好，一个生活区。那各位不要看到那些铝皮椅架，那些铝皮椅架是历史蛮相当久远的，那些是以前河山盖电厂的时候用的东西哦，那里面的铝架跟那些铝皮也不会生锈，所以说以后我们建造完成了以后，已经还拆除了以后呢，还是会再做一个最好的利用，但是会不会盖个核武，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因为这个核武这两个字已经听起来很敏感了，对对对，敏感，需要怎样？这个事情我不能够预测的问题哈，那现在我们直接已经到了这个我们的真正的厂区的部分哈，各位在有看到我这在我的。左手边的行道方的这个是我们的2号机，二号机它整个新的这个厂机的整个结构都已经完成了，整个它完成，那现在它内部呢正在一些设备的组装当中啊，因为核能电厂的一些所有的设备差不多95%的行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啊，国外进口以后行哦必须在做现场的行做一个组装啊，组装1号机内部型所有设备都已经组装完成了，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各个系统里面做一个测试，好，这个测试各位可能都很知道，我们一个设备组装好了以后型总是要把它试一下看能不能动啊，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在各个设备系统当中型正在这个测试当中，那现在我们今天要去参观的型就是1号机，就是1号机。等一下，你那个一号机的那个基础啊，是基础啊，嗨，比重离海平面多少？基础哦，不是上面的，是基础。这个是这样子哈，我们从地表上往这样算哈，从地表上挖26米深，26米深你就开始是在海平面底下，因为你刚才那个你说那个这边是标高15嘛。海拔15，没有，不到十五，不到十二嘛，好，十二啊，你再扣掉等于26的话，对，在海下，下是在海平面底下，海平面底下嘛，对，所以说，如果万一遇到海啸的话，还是会有问题啊。海啸是在从海那个表皮海平面的那个从我们地表上面上来的啦。啊，你也得供诶，你也供你的，你也进出水管在哪里？你的进出水
进水管的话，进水管是在建在地表上面。没有进水管，你海底里面的进水管跟排水管是在地表。排水那那 A 股我有去唱醉鬼啊，就要听你故里走。你都你海里面的呀、啊？不是在海底嘛？你们刚才简介里面、啊、哦，简介的时候那个是出水口啦，那个是出水了。去出水口跟入水口的话，出水口对，出水口是在海平面底，那个是在多少地下海平面的是差不多16米多有。海平面底下是16公尺，超16公尺。对呀、啊，那个还是会通的嘛。有通，午休通嘛。午休通，我们除了贵重东西以外，哈，我们其他东西我们放在这边，好，我。来，各位，我们往前走好不好？你没有跟上的话，我们就走不出来了。哦，对不起啊，我们大家都跟上好不好？好，哎呀，好。哎哎再刷一次。等一下，我们就直接会进去我们的记忆库，然后到我们的那个设备的楼层，三楼上面给你的正式命令的楼层。那到上面的时候，出电梯之后再跟大家做个解说。那等一下大家就跟着我的步伐先到大厂这边再走。
刚刚在这边，机头那边很好，前面那边。我们目前都要。目前所在地方是要去。现在在管洞是靠什么能源？目前吗？目前我们听到有一些机器在做工程，是我们的空调设备。我们主要设备的话，现在管洞的是靠什么？里面如果多久还没有发电嘛？目前都还没有发电，所以是用普通的电在发电。对，我们里面会有一个马达，一个慢车的回收马达。那我们上班的话说，那个马达去带动机器做管洞。那它不能机主要是样机。没有机一早，台电没有机一的当时你们在，没有机一跟你们订的合约，这个部分卖给我们，这个部分哈，对啊，在工程给工程，我是做这个部分，那你要回答这个我很难去跟大家说，那你就不知道，不能随便说。来这样讲好了，这个设计在外面是说，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只是说这个过程来说。是有什么状况，大家是要去做探讨。那我的部分，现在外面是这样讲，当然，台电对这个国光是外行啊。好，那么他只是一个业主，那么施工的、设计的这些都由专家来。对。他现在这个您说的这个区域，他这个主要的部分，他在怎么跟你设计？所以台电接手自己设计，啊，你刚才讲，我跟大家澄清一下，你刚才说是这个有的减少，有的什么，我再跟大家澄清一件事，那是不是外行？我澄清一件事，目前机一有在现场，机一有在做设计，目前我澄清这一点，机一确实是又回来了吗？大家要，这个我就我自己的看法，是哪个部分？机一是哪个部分？是哪个部分？对，机是哪个部分？本来是反应炉。机本来就是反应炉。对，我这边完全没有机的东西。它是整理。不好意思，我这边完全没有机的东西啊，所以这样对我来说，这就是对我公司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我只负责气机的部分。对，不好意思。现在就是说气机的部分，台电自己设计的。这个可能还是要跟我们那个会不会安全上的问题。这我没办法保证啊，对，没办法保证。我没办法保证说我知道的状况跟你回答。对。在这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变化？其实政治因素很多了，这我没办法跟大家去介绍。没有事，我来工程就工程来说，目前来说都是 OK 的，都是有处理。就算比方说小的状况，我们是请就我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请三菱公司来帮我们做解决，我们完全没有做自己的设计。你当时到核二厂是总共是十个月，是的，哎，从新进人员大概是十个月，是的，然后来这边嘛，是。那你看那核二厂跟这边有什么不同？基本上基础是不一样的设计的，核二是 BW 这边 ABWRT， 所以基础是不一样的。那整个核二是运转中，这是安装中，整个状况是不一样的环境。所以其实这样跟你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请问你测试时间要多久？这个要问我们上头。刚才说机器96年就来了，啊，到现在还在测试。安装96年开始，对，开始安装不是做就来了。这个我很，因为我们时间可能拿到 RB， 我们耽误太多的话，你拿到 RB 也不好看。
这是发电机。蒸汽从反应炉那边过来嘛，那个蒸汽从反应炉那边过来嘛，在楼下的管路这边上来，那就是这个管路嘛，在下面，下面，对，那边在那边，所以说这个蒸汽是从这个下来，这是那个这里是看阿曼陀甲讲的尔，
很广大。那得看，那得看哦，17.4公分。一定有紧急门吗？你要讲电梯以外有没有紧急门？有哦，也有哦。除了电梯以外，就有紧急门，都有排。因为本来这边内底有三台电梯，三台楼梯。嗯，哦，这边不行啊。我们电厂的模拟操作中心哦，那目前正在学员他们正在这个正在排演哦，因为下礼拜他们要参加原子能委员会的考试了哦。然后这个整个一个模拟中心，这个整个一个模拟器的布置哦，跟电厂的一号机完全一样，所以这个运转员在这边操作训练呢，他就变成这个是用电脑的方式来驱动整个一个软体，然后它可以模拟任何一个电厂的事故状况，那运转员就在那边操作，站在靠近我们这边最前面的这个最他所叉腰这位呢，是一位这个值班主任，那底下呢有四位同仁呢是学员呢，他们正在讨论，正在操作，然后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就值班主任呢他就这个指挥底下的人来操作。然后这个整个控制室呢，这个学员他们要受训的，受一年以上的训练啊，其中就是包括了就是课堂训练呢，模拟操作要有17到18个礼拜，这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训练啊。其实他们什么学校，不是什么背景出身？他们都是大专理工科系毕业，才能够来这边。所以不一定是隔工系的，不见得理工科技毕业就可以，理工科技毕业，然后要在电厂值班一年以后呢，才能够到这个模拟中心来稍微上一年的一个运转值班训练这个训练的时间非常长哦，而且都非常辛苦，然后上完课以后呢，还要到这个台电内部有一个检定，最后才到原子能委员会去考照，考完执照以后，他们才能够来正式的来操作。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一个最靠我们最远的那个很大一个盘哦，我们这个盘面可以看到，那这边颜色的管理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跟那个旅游场会不太一样，红色代表是说跳脱了，那个是代表是说那个设备呢本来是运转中跳脱了，如果说蓝色的代表说还在运转中，那可以看到有一个像阀门的呢，一个三角形阀门的那个是那个阀门在开中，白色的阀门在关起来，那个有一个像回转机的胖子形状的呢，就是一个胖子正在运转的话，它是蓝色，白色的话它停止。那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个盘子最上面一个一闪的红色的闪，代表是说它是一个紧要的警报，一个警报窗是说有任何一个警报出现的时候。这个一个系统，一个小格代表一个系统，但总共电脑也是100多个系统，有100多小的一个情报窗，任何一个情报窗，任何一个小的一个系统里面的故障的时候，它就闪，红色代表说紧要的这个警报，4个小时里面一旦赶快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就会可能就难度就会接听掉了。那黄色呢，代表是说，只是一个这个紧要的警报。8个小时之内要赶快把它处理掉，否则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危险。它是这样提醒，一闪一闪，同时它伴随着会有警报声出现啊。那那个绿闪成蓝绿色的那个呢，就是说这个警报慢慢消失掉，在左上角一个绿色一闪一闪，就是说可能可以准备要消失掉啊。这个情形是这样子。那整个一个炉子呢？环炉就在这个在各位的正前方啊，有一个框起来的这个方框里面，就是这个环炉的一个示意图了啊。目前的这个环炉状况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形。那这运转员正在讨论整个事故发生的这个情形呢啊，因为我们可以模拟很多不同的事故，由这个值班主任下达命令或者下达一个状况给他们去演练。是什么样的跳机啦，或什么样一个东西坏掉啦。他们来演练，然后最后演完以后，我们会把模拟器
把它所谓的 freeze 做暂时冻结起来，冻结起来后他们在讨论，现在刚正在讨论的这个整个的状况情形。各位不要说我们总问题。有。下降啊，那个下降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模式开关，电厂整个一个排炉有一个模式开关，它有几个位置啊？它现在目前放在下降位置，下降意思是说，这时候控制棒会完完全全啊，会插入排炉里面去，那这时候呢，排炉就停下来了，下降了下来，意思是这样。请问那个以后运转的是不是就是一位主任跟四位人员在这个正常编制里面啊，我们有一位值班经理，值班经理在各位的右手边有个小房间里面啊，他可以跟外面呢作为一个联系，他有时候也是在那个可以进入控制室里面。他靠近我们这个位置呢，是一位值班主任，还有搭配两位。有一位这个运转人员，他一个这个助理运转人员，总共四位同仁在操作，一个值班控制室大概有四位，另外呢还搭配一些所谓的这个设备运转人员，我们叫做 equipment operator EO， 那他就是电厂很多设备，除了控制室以外，还有很多设备他要去操作啊。那这时候有值班主任的下达命令，那个所谓的 EO 呢，他赶快去跑到现场去把一些阀门开起来啦，胖虎运转起来啦，等等这样的情形。所以主任是这个电厂以后营运的时候，电厂里面最高的指挥的人。对，那个值班经理啊，经理单带领整个一个运转团队了。一个值班经理他是带两部机组。我们这个目前是一号机的情形，所以有一号机有一个值班主任，二号机有一个值班主任，所以一个经理带两个组了，一个一号机跟二号机，现在二号机一号机还在那个建厂中间了。我们这个整个控制室是模拟一号机的情形，是这样的。实际点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各自位置配置有一个。一个机组有一个控制，一个他们两个上面没有一个人在总控制的，没有，一号机控制二号机。那请问一下，你在万一碰到全黑的情况之下，这个备用电源在哪里？如果说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去操控那些所有的机组的时候，那你人员到那边的联系，然后如何去分配那些工作？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除了这个正常电源以外哦，我们还有柴油机哦，我们总共有这个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在各位的前方最前方的右下角有这个像这种圆圈圈，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这种形状的，那个总共一号机有三台备用的，就是4.16K 千伏的这么大的一个柴油发电机有三台，另外还有一台备用的一个所谓的水滴走。换句话说，这个柴油发电机万一没有电的时候呢，我还可以用那个所谓的备用的柴油发电机把它并进来使用。假如了外面电源也没有了，自己柴油机也坏掉了，我们还有电瓶，电瓶可以撑8小时，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480伏特，还有4160这个伏特的这么大的这种备用的柴油机我们都有啊。换句话说，随时随地呢，这时候这个万一就是刚刚这位的这个先进讲，就是万一这个全黑的时候，我们可以赶快的找其他的维护人员跟搭配运转人员，把这些备用的柴油机啊，把它这个启动起来，赶快来连到我们必要的些电源供给相关设备的操作跟使用，整个一个情形是这样。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山上啊，就是大家有参观过，以后我们会盖一个叫做 gas turbine， 就气扩流发电机。万一外面也电源也断掉的时候，我们的大型的气扩流发电机可以启动起来，后期全的电厂来使用。所以我们的备用电源的这个来源呢、是蛮多的。不管说是气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 gas turbine 气动涡轮发电机以外，还有备用的，就是可以移动式的。只有一个吊车可以吊到这个，大家也许看到有些外面那些，不管说是
集会活动的时候啊，都有些这个这个是备用的，可以活动，这个车子可以带着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带着跑的这种柴油发电机，可以并入我们必要的一些供给相关的一些设备来使用。不过 turbine 还没盖哈。这个车品我们有预定地，我们已经开始发包了，这已经发包了。然后问一下，之前政府有说要强化那个就是断缆处置，那什么样的情况要做断缆处置？怎么判断？然后谁可以做这个处理？基本上就是由电厂的这个值班经理啊，他会这个按照整个一个电厂的一个情节，整个一个整个一个状况来做一个判断，然后呈报给厂长，然后呈报给公司当成了，然后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置啊。我们都有一个当全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不通了，你这个通信系统完全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如何去做回报？我们还有很多，像我们还有卫星通信。卫星通信现在已经都建制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卫星通信是不管你再怎么全黑，你只要有卫星通信，你还是可以打出去。那万一联系不上怎么办？就是如果已经发生很紧急的事故，然后就刚刚陈报的话，已经有中断怎么办？一般我们的就是有，不管说台电内部有一个叫做微波的通讯的。就除了一般的中华电信，我们手机电话以外，我们还有微波系统，自己电信的设置一个微波系统啊。那另外我们还有刚才讲过，就是有卫星通信。卫星通信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只要有一个卫星通信的这个机器的话，那个是蛮贵的机器，那就可以直接跟这个总公司去来做必要的一些沟通跟联系了。这是这个管道都是畅通的。卫星电话我也用过，它在921的时候。那个地震之后的粉尘，它事实上会遮蔽的，它整个通信是会断绝的。那、你微波的话，当时你全黑的话，你这些电源都没有的话，根本没有办法通信。刚才讲过，就是我们有那个备用的这个柴油发电机很多台啊，480伏特的4.16kV 的，很多那个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啊，那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然后把它启动起来，然后并入我们必要的电源。因为921之后，我比喻了哈，不要说那个日本那个地震，我们921就好，7点多嘛。那事实上整个路面是呈波浪状的，你这个车子根本过不去。我们那个备用电源的，就那些的都在场内，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用的。那个你如果用车子带啊，可是那个东西是很大的，那个是很大的，那个很重的，我知道。你说车子没有办法载过去，那是没有用的。对，我们事实上就放在就是这个厂房的附近了，就在这边随时可以启动起来，要连接上去。确认一下啊，这个你们用海水的确啊，这个刚才那个说明图山上还有一个蓄水池，那个水就是。山上蓄水池啊，就是事实上就是刚刚小姐讲的，就断缆处置的时候，我们可以靠重力。100多公尺的这个水就是直接就下来，然后直接就灌入埋炉里面去了。那会不会发生地震的时候，那个上面的水自动下来？不会，就是真崩溃哦！所以我觉得，他这边不是地震。请问一下，那些柴油发电机多久一次会检查？我们都有一个，我们这个电厂每一个设备啊，都有一个维护的周期。它都有排一定的周期，也许3个月、6个月都要启动一次，做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 surveillance test 啊，就是等于是定期的测试的运转啊，看看是不是可用，就说就安排到电脑里面。因为日本的有一些核电厂发生的就是他们是说有，但是实际上很久没有测试那种柴油发电机，然后就是启不动。所以不是那个福岛第一、第二那一些，就是更普遍的一些那个核能厂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柴油发电机，很小是实际上是有启动的。现在就是因为他们训练完成了，他们离开了，节能省电方式，便当，这也是模拟这个全黑的状况。那我们的厂长是，带入一个把电脑带入安全装以后。你再拿出诚意书来，再来 double check， 当你刚才做的步骤是不是一步一步都做到了？就像跳机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拿出501诚意书，赶快来看看跳机。
谢谢。福岛火车站离那边60几公里，它这个水沟里面很多人在玩，这样的质量都非常高。我们刚看的哈，有点近的情况，对，离近点近。所以说，哇，一点地像个大铁皮味啊。法国跟他讲，我要测80公里，对吧？等于就是说，状态性都不一样。然后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已经开始集体症状都出来了，太多了，太多了。什么？就是他们有在讲说，有些东西他们变更设计，就是原本人家说原本耐重好几公吨，他们觉得它 over， 就是超额设超量设，所以他们想把它。后来我们去参加代表那个东军，当时美军跟日本一个研究中心，他们在广岛那边报道，在广岛。所以建厂是那个东西，那里面有一个专家，全世界没有东西，我也感觉不会在那嘛哈，60周年，反正感动。那天去的时候，刚好他们首相，给你那关机台，他那个中间里面有一个女的，是台大工卫院，台大工卫院所毕业，然后到美国留学。然后就被拍到广岛那个研究中心，然后我就跟在广岛看到那些情况，那些小孩子情况，他私下你录音笔拿过去，他就跟你讲，他私下跟你讲说那些小孩子100%的孩子血癌，说广岛小孩子，是说福岛，感受资本吗？他是急性流鼻血，而且是集体的，那你觉得是？就是3.11之后。对对对。一传那小朋友流鼻血很久了，去年。他们统计那时候我们对，那时候统计有800多人。到了，各位贵宾，那今天的参观行程哦，到这里段落。啊，我们等一下下车的时候，顺便把我们的帽、安全帽，包括你个人的私人东西，全部带下来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常务老师，你解释一下，你刚刚说那些管线怎么样？在退休的时候，这些管路事实上都要更替啊。然后这些管路的话，事实上它因为它抗伤、抗拉力会比较强，所以用高钴锰钢。然后它钴的原子序原本是59嘛，然后一个中子打进去以后就变成60。所以说这些东西到时候很难处理啊，就是后来我们的辐射物，我们就怀疑说当时他们把这个东西太旧的那些东西，然后拿到卖给那个钢铁厂，当时他们也一直不否认，然后就这边扯烂了，对不对？所以辐射物的其中一个来源就是这些管路，当时他们太像了。基本上，电厂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拿不出去的。应该拿到点旧品啦。哎哥，您去。金马合一二三。那你们可以去做统计嘛？以前退休到现在为止的话，从合一二三，所有的那些管路的那个套件，现在在哪里嘛？那个总数量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海平面是到这里。海平面到这里，所以它这边都是海底。到海平面是到这里哦。对。哎，说真的，地面是到这里。这边看不到海平面。地面是到这里，所以真的是在地面峡地底下没有错。它是控制室，这里的控制室是在地下室。控制室是在地下室。哦。所以控制室在地下室。控制室在地下室。非常大的。这个我们有向厂家跟他询问过，他控制室为什么要摆在底下？是因为液地的位置，它本身它的受到地震的时候，它就比较安全。那会有一些考量性，你越高的话，晃动会比较厉害。淹水的话更麻烦。那么淹水，事实上所有的对外界它都有所谓的防水门。啊，你不能盲走啊，赶紧买，你叫淹。一波一米米也控制起来，有啊，供应掉的。我唔知，就是这一次辅导的都淹掉。这种说法我不晓得，这个要求证一下，因为至少他们的控制室还可以去操作，这个我不知道，不予置评。那也许这位先生他有收集到比较特别的资料，那据我们所知道，我们所拿到的资料是没有，那我不晓得，那这个部分我不清楚。
那基本上所有设计，你跟控制室、跟环境厂房相关的，那它都有设计所谓的防水门，不让水进到我们的里面去。那当然，如果高过12米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台电在检讨的，在做改善的。那12米以下的绝对都有防水门。有这盖我企业先哦。你们说它是海啸，是说15公尺、12公尺，有些地方超过40公尺，它会系的话，我跟李秀莲去另外一个医院，这个医院是在一个台地上面，在一个台地，然后下面它跟那个下面的路面距离是50公尺，结果那个海水泼到2楼，一比一就海啸进去到2楼，所以那个仪器、那个什么轮椅啊那些东西都是被淹没掉了。后来那个看那个水压，然后看做清楚，水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那时候下面都有看。基本上哦，最主要是它海啸上来说，其实它有一些应该有一些冲量嘛，对是。那这个我没在那边，我不晓得。太深。它可以动。只要12米，它底下都有防水。所以这个控制室也就是在海平面底下了。没有，你可以想象，基本上，该怎么讲，是吧？把的，对啊。你要走进去的地方，基本上都是12米高的。所以我们刚刚走，我们包含那个地方嘛，反正就是12米高的地方。那包含要进到控制室，一定要经过那一个地方才能进。请问一下，我们刚刚听到说它那个气，就是发电的水是用密闭的循环系统，那海水是用来冷却，就是冷却它，所以海水出来的海水不会有辐射，就是只是冷却，就是这样子。对，它相当于密闭回，但这个密闭回路已经把海水在这边做了一个交换。刚刚有说到说后面那个蓄水器，就是说如果深水器是说如果说那个没有办法引过去的时候，然后从就是高处然后这样掉下来，就是造成的一个。所以深水池是，就它就是一个，然后一直里面都有水在里面。都有水。这边看不到深水池。看不到，因为距离太远了。我们可以从那边来看深水池后面的土。那他们三个其实都是山坡，靠中央山脉的后端。对。那所以他就选择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做这种特色的建筑的建筑。对。那基本上日本它并没有这些事情，是不太。什么？三号机有，这个都还早吧？现在1号机总是先起来再想。在哪？是旁边这两块空的吗？说真的啦，一二号机，我们现在目标是1、2号机把它盖好。可是3、4号机真的没盖，之前我们听一个人演讲，他说3、4号机也在最终没有啊，就空地啊，还早啊。事实上，核电厂附近的话，事实上有很多断层，就在厂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断层，但是他们台电或是核能研究所的人，还是说原能会或政府老是跟我们讲说，这个断层是死断层，是没有关系的。在地质学里面没有真正的所谓的死断层，因为地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24小时都在变，只是我们人类所面对的记录的时间是很短的。那这个断层哪时候要错动，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断言说这个地方绝对不可能去错动的。然后当时我们台湾921要发生之前，那个所谓的地质专家也讲说，哦，特朗普断层是死断层，是不可能错动的，但是它确实错动了，然后造成很大的伤亡。那921再怎么死亡的话，再怎么伤害的话，在南投造成了6万多栋的房子的倒塌，在光大南投就造成了差不多6万多栋的房子的倒塌，然后在南投总共在台湾死了2000多个人，然后在南投县总共死了800多个，啊，有幸那些尸体刚好都是我处理的，
所以说我非常清楚，我也去看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房子的错动的情况。那如果说你去看了以后，你就不会说哦，这个地壳我们现在站着这个地壳是很安全的，事实上它是非常活跃的。当它地震的时候，因为我是921当天我就进去，它在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是7.1、7.2这样的一个地震的时候，柏油路跟海浪是一样的，它是会跟海浪一样的波动的。所以说你连站，你想去站住的话根本是站不住的。他们说哦，他们的车子可以过去，那是骗人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断层，万一有任何一条断层错动的话，所有的东西，他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有很多是不可行的。那当时我们没有找到这一份图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岩盘，而且是没有断层的。结果我们后来好不容易去找到这一本，这本的话是中央地调所里面所做的一份报告，是由黄建水跟刘恒吉在民国77年7月所做的一个报告。然后这个报告里面所写的断层的走向，跟它上下位移，还有它的地质的各种结构都写得非常清楚。有机会的话，有愿意的人，我们也可以借他去看啊，但是要还我以前买了10本，结果剩下这一本。老师在中央地调所，他有公布吗？他有绝版了吗？他有公布在网络站上吗？应该会有，因为现在网络站只是可能网络上的会不会比例比较小？不会呢，也是一样很大的。对对对，我查过。然后只是我，它这个地质图是只做到表面，事实上我们的核电厂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在鼻头角跟三雕角的鼻头角跟三雕角的中间这个地方。然后有线的地方，有红线跟黑线的地方，事实上是所有的断层就在附近。然后它的断层的走向的话，它的剖面，它的走向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今天这短短的时间，如果说要去讲这个的话，可能会有点不足。那当这些调查之后，有没有新的断层出现，后来我们有找了日本的一些地质专家，后来带了声波仪来台湾，找了一些，后来在双溪国小也发生了，也发现了。然后在我们的海边，就在它的核能机组的前面的部分，这边也有一个新的断层在这边，就是一个新的断层在这边，是它所没有公布的。那我们待会会过去看，看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去的话幸运的话，就是退潮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是原本它的岩盘是这样子的，结果是很明显的被错开。而且错得蛮开的，它原本是应该是靠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土地的位移，它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那个不一样的那个位置，就对，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然后因为当时他们要去做这个码头，所以说有做了一个堤防。那堤防的话是在民国应该是在1996或97的时候盖的，堤防做好之后，它这个堤防的上面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张力裂缝出来，因为错动的关系产生一个小小的裂缝。那个裂缝看起来对我们来讲，一个房子或一个堤防一个小裂缝不是什么问题，万一里面的话在主结构或主结构附近有这些一点点的裂缝的话，我们可能就吃不完都走了。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断层，任何一个断层的错动，它可能是上下错动的，因为它有些是上下错动的，有些是向下错动的。那这个错动的话，它会引起所谓的连锁反应，然后对机组或是任何的管路会有造成不良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进去看的话，有非常密密麻麻的那个管路，我们就故意去问他啊，这重不重要？他说任何一个管路都非常重要。其中任何一个条线或任何一个管路破掉，或是说错动位移，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难以挽回的一个灾难。然后早上也问他说他们的生水池在哪里，他说在
核能机组的后面，它海拔在125公尺的地方，它里面可以装的装置容量是46000米的水，可是它在海拔125公尺的地方，它用了4条600mm 的铸铁的钢管到炉心这边来。在地壳错动的话，我们后山事实上也有很多的那个地质的破裂带，这些破裂是以前所造成的，可是以前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现在或是在未来也有可能发生，不知道是哪时候。如果说这些东西万一发生的话，刚好核机组在运转，那我想这个后果是我们所不愿意去面对的。那很高兴今天能带你们一起过来看那些。那个断层是日本四个教授后来去找到的。然后当时他是说要回去再研究分析，然后过一阵子还会再来，然后有新的消息的话再跟各位报告。老师是哪几条断层？这边很多，这有线的地方全部都是断层。请问，核四厂的正确位置是这一整三雕角、三雕角跟鼻头角，三雕角这边就这一大块。对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对对对对对对，这边都是核四厂。那我们待会要去看哪一条断层？我们在看的话是就在这边附近，在海里面。刚好冒头的，没有标示在上面的。看这，因为我们的那个断层的话，普通上面都会长草，会有泥土，会有冲击的东西会把它盖住，然后在海面的话，刚好是在那个礁盘，那个岩层刚好可以裸露出来，所以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长草、长树，或者是泥土给盖住，所以说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双溪国小刚好是有一条断层，中间过去的话，它后面的山事实上是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断层所经过的地方的山，它原本的是一个是零线的话，它会有一个地方会特别凹下去。它两边的植物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两边的林相不同，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有经验的人一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你们去看的话，一定看不出来的。那我要去跟你们讲的话，可能也要花很久的时间呐。那有机会的话，可能要长了一点的时间，我们再去做那个探讨。老师，请问等一下我们要去看这个断层，是日本教授坂本邦雄他那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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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那个断层的名字叫什么？这个是没有名的，没有名的，所以说他们当时没有发现的。这是所有的断层，事实上都有名称呐。那个断层是没有的。那台建也隐匿说，这边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是有活火山的，包括一直从那个龟山岛一直延续过来，在我们这边外海这边是有活火山的，它这边并没有去标示。他们这原能会的报告说，那个会引起灾害性的海啸，只是说他们那个海啸是不是它能够控制？它那是两个石块，两个原本是一块的东西，中间一条，有没有？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刚好是被扯开的，是被扯开的，然后那个力量是很大的，然后就在核电厂的门口，就在门核，电厂，就那个中间码头在那边啊，那个就是中间码头啊。哦，前面有堤防这里。对对对，就是核电厂的码头。哦，那上面那个就是核电厂吗？对，不是，对对对对，那边的啊，里面那个，从这里绕，这条，这条就不远条了，也许几条断层的一些，它不会只有一条线而已，它旁边会有支线出来。所以这边，哎，这个好像也，可是那个是中间那个，其实就是断层裂开来的。对对对对对。哦，这边这像一条沟一样，哎，对对对对对对，像一条沟一样这一条。对对。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它那个沟。刚好可以看到那个是原本是一个东西，后来是被扯开的那个痕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了。如果说直接到现场去一看就可以看得清楚了，可是今天就这样跑，没有办法，哎，行个
来地去啊。我们上次就走到前面去了，哎，从这边就很明显了，那个就这边还看不出来，在中间那个地方，因为家已经开去啊，没去啊。从这边。没有，就在这个本来这个山本来是平的，没有，中间不是有一个凹下去？哦，有，是那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是矮的这个山，是不是？对，从那边过去的，这一条从那边。前面这座。对，在前面这一个。嗯，对，有一个凹。嘿嘿嘿。然后从那个凹。这个就是从这边一直过去的了。然后一直延伸到那边去啊，嗯，这个沟，对，然后到那个港口，对，就那个堤防了啊。对对对，它这下面就是有一个进水管，然后一个是输水管。我经过的地方刚好是有进水管和输水管，就是那个断层经过的地方有进水口，进水口跟输水口。啊，进水口跟出水口，万一被堵塞的话，机器就完蛋。国小，双溪国小那个那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山，然后就被扯开，然后中间被凹下来，然后到路这边的话，路上的柏油也一条线，然后上面旁边两边的那个坡坎也被扯开了。所以说，他说这个地方的东西是没有动的，这些断层是没有动的，是骗人的。因为它还是在活跃，还是在动的，不然那个地下东西完全不叮当的时候，那东西是不会开的，它是不会开。然后那个双溪国小那个断层的话，直接从这边过来，它变成一个三角的，三角车，几十条相夹的。然后那个双溪国小那个后山那个是没有经过开发，可是那个树啊。因为拆开这个所在树啊，嘿，其实那个年龄不会很久，所以说它的周期应该不是很久。用植物跟那个矿物之间的那个差异，事实上可以去推估它的那个时间呐、啊。很破碎的。不是很整齐。如果说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石块，或是一个岩盘的话，它不是，它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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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示这边的那个错动是很严重的。就海底下，你们海底下海拍，对，海底下。老师，你拍了两年了、哦、那个。嘿，因为他要看涨潮退潮，还有那个我们要去潜水的话，要看那个海流啊。嗯、因为海流，我们当时一次出去的话，两条船是三条船，流的头。一条，那流的尾巴还要一条到两条，因为那个海流太快的话，你如果没有顾好的人又跑走了，被流走了，你再会游泳都游不回来了。老师，你是为了自己的探勘下去，还是为了那个？不是，有热核电厂的那个，当时就中间码头通通还没有做的时候。不是，我是说，啊，当时为了戳破那个台大那个动物所那个谭天喜的那个谎言，他当时去做这个海洋的那个生物的调查，结果那个报告做的时候，连出海一次，连坐船都没有，竟然说他那个报告可以做出来。您是要说他的谎言？对。啊，我们在那边潜水啊，一次，有时候就是三条船才可以出去的。啊，有时候要看，不是每天可以出去的。哎，老水好啦，老水也歹，袂当出去啦。所以说，这边，其实这边的跟我的感情是蛮深的啦。我高中的时候，事实上在芙蓉还随意当过救生员，啊，当时还是属于铁路局的。所以说，以前这边的鱼是很多很多的。你这边比较深的地方游泳的时候，站着游泳的时候，卡球了，对吧？有时候那鱼都会撞你肚子啊，很多，真的。那时候，那我在那个双溪河口还捡到一条小海豚啊。它没有活，没有死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养了两天，然后等它涨潮以后，它就走了。现在鱼慢慢变少了，有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以前鱼很多了。以前这边有珊瑚礁，有吗？有，前面那边很多地方都有。他那个谭天喜的报告说没有，那根本是骗人的。
我那个录影带应该都有，那个叶商很大。啊，那个林信一当时跟我讲说，拜托我去那边找，他说他们以前那边有一个古城壁，后来去找，因为那边海流又很强，我们不敢过去啊，会被流走。他这边以前是凯达格兰族的一个聚集的最多的地方。他那个家庙，对，他那个家庙图上面写说，他们这样出来之后有一个类似一个那个叫什么墙，很漂亮的一个像半宫殿那样子。对，真的很漂亮哎。对啊。遗迹是吗？遗迹，就他们，可是他是挂在那个凯达画上。他说他以前这边有路程的，以前有路程。对、啊、对 对, 对。他说跟我讲说这边以前有路程。然后在梅花鹿那个鹿吗？不是，顶回去啦，路顶回去啦，路程就是那个哦，路程不见了，哎，沉下去。对，你说核四厂现在盖的地方，以前有发生过路就是凯达格兰族的以前的传说，就是说这边以前在海里面叫我去找，那边有他们以前的那个旧的围墙跟那个什么家庙，类似那种宗教的一个祭台。一个祭台啊，结果我们去找那个海流很强啊。后来问他们，就是说这边以前有路沉啊，就是路跑到海里面去沉掉了，就是一个很大的地震，然后造成他们那个路沉下去，就是很明显有断层嘛。对，这地址好像听起来很酷，是非常酷。大概什么时候发生路沉？明朝还是清朝？不知道，因为以前的。那个凯达格兰原住民事实上没有文字，口传是用口传的。那种口传的东西是比较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判断到底有多久。那个时候，老师你有潜到哪边去找那个路程的地方？最远的就是那一条船在过去啊，现在有那条船在过去那边。对对对，很深啊，二三十公尺啊，背氧气瓶。素心。素心不会游泳，后来我们把他教的，他会潜水啊。哇，他会潜水啊，他有证照啊。哇，好厉害！不会游泳，不会游泳也可以特别去。对对对对对。碧鲷鱼系列是什么形成的？事实上，那边的鱼，哎，小心小心。我已经倒下去找，没有报道了。那边的鱼哈，有几种鱼哈，岛蛙鱼啊，类似于那种鱼哦，他们都会在那个什么，他们身上往往有跟我们人一样啊，往这身上有些会长寄生虫，啊，他们有那个习惯，就是在游一游的话去戳那个地板，啊，那个下面那个砾石或是沙滩或是那个消波块，他们会去磨，然后核电厂他们那个核种都是。经常会排出来，因为当时我们跟杨兆月跟张武修有去做那个检测，事实上是有铯137、铯134和钴60，然后那些藻类也会去吸附这些所谓的核种，然后那些是固定的礁盘，就是它的地域就在那个地方的鱼类，它因为它的生长环境经常这样磨，再加上他们会去吃那些藻类，然后可能是他这一代或是下一代生出来的鱼，那个脊椎就变形了。人也会啊，因为基因的突变，然后造成他的那个其他的器官改变。那在以前在那个核能研究所的下方的排水口的附近的鱼啊，他们当地人钓起来都不敢吃啊。那上面都长瘤啊，那我后来去追，我去钓到另外一种是上面长虫的，可是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是在刚发生事故，隔了三四年之后，那变形的很多，然后上面长肉瘤的，就是那个鱼啊，不是很大，就这么大，可是上面就长一颗一颗的肉瘤的也很多。所以说核种对鱼类的影响，事实上它们的生命周期很短，可是如果经常在那边的话还是会有影响，低剂量的话还是会有影响，因为蓝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蓝鱼的话是几十贝克而已，可是它们是长期在那边吃那些东西啊，它地瓜
芋头，事实上这一山区存在的那个深度的话，就是差不多表土到40公分左右，表土到40公分左右，地瓜跟那芋头跟那个什么花生，事实上它存在的那个的距范围也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的主食刚好又是芋头跟地瓜，然后花生还有那个海藻。当时兰屿在1995年之前，到现在还是在排放。在1995之年之前的话，储存槽里面的那个核废水啊，他们是直接把它排出去的，直接排在海里面去。他以为说排在海里面就没有了，事实上是错的。海流会左右漂移，没有错。海浪，你来看看，我们现在看那个白浪，它是会往内拍，所以说那些核种会往礁盘这边拍，拍上来以后。刚好涨退潮，有涨退潮的话，退潮的话就是在礁盘上面，太阳一晒的话，风一吹就到处跑了。所以说南屿的话，整个岛上面的话，包括它那个灯塔，包括大鬼湖、小鬼湖，事实上都有核种，都有设立山区。啊，它的那个核废码头的底泥里面有钴60，我们当时去采样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当时采样本来要做很详细的，后来经费不足，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因为那个太耗时间，又太耗经费了。那当时花了很多很多钱的，南屿那个检测，我们当时都要包直升机去，因为每一个 data 是要2公斤，然后失重的话就是3公斤，然后一个袋子装起来一次就很多，然后飞机就不给我们坐，后来就包德安的那个直升机，那一趟的话单趟是6万块嘛，来回就12万，包括设备去、人去，然后人回来，还有那些样品，一趟去就是光飞机就12万块。绿政很有钱啊？没有啊，那是我个人的钱，拜托。他说的花了很多钱在上面，太伟大了，在公司赚的钱。啊、这老师你是吃老本了、啊、了不起，不错啦，有老本可以吃哇，你赶快去做客家不会啊，你会有三宝对啊，这个社会需要这样，他们就是开始采那个有没有啊，他是要、对，已经采了哦，那是钓鱼，他是采来钓鱼，不好吃，他有一股水草的味道，要吃北摸比较好吃，小时候有吃过。老师，像那个，前一阵子那个刘丽儿，他就讲说，他在台大测到那个，辐射剂量等同于311之后的东京啊。然后前几天吧，那个清大不是辐射也污染了4个人吗？对啊。其实那是，你认为那是经常性吗？那是管理非常差劲啊。然后事实上，核一核二到底跑了多少核种出去？因为它的减容中心就是把东西去烧嘛，然后去把它压嘛，那你知道物质不灭嘛，核种的话不会因为燃烧以后就不见了，燃烧以后有70%在里面。减容中心是在核电厂里面。对啊。所以清大那个也有可能是经常性这样子吗？有可能啊，他只是这次被披露出来而已。所以住在新竹也很危险。对啊，我们台北安顿。还有那个，科学园区的污染。